欢迎 Max 师傅江厚尊。小帅哥，把菜名大声报出来。鸡麻香辣蓝壳包。马上好。没有，错觉。没有的。鸡麻芝麻，鸡香麻辣的意思。哦哦，鸡香麻辣，是的，简称鸡麻香辣，是不是？对。鸡麻香辣蓝壳包，鸡麻，五分钟哦。好的。哎，有什么特别？要不要先讲一下？那大家你做太快都看不出来。其实呢，比较特别呢，是因为我说这个鲍鱼的肝，但我们也可以做酱汁，但它炒的时候它也很香，所以我今天其实会用它做一个料，然后放在我们的鲍鱼上面。对，因为不，然后这样子再去搭我们一些麻辣的底料的话，它吃起来鲜度会更好。那你麻从哪里来？麻辣酱。哦，对，然后跟辣豆瓣。那你花椒味道想要再重一点吗？淡淡的而已。因为那个鸡麻面里面的那个粉可以加。那个你的比较到位，我做比较清爽版本的。闻一下，好香哦，很香哎，这是哪来的？我做的啦。你做的？我做的。有香哎。有呢，哎，这个哇，很棒，好想吃。两位师兄，我看看，还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不错。啊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哎，这外景我们便当这样一配，哇，可以，很重要。可以的，你外景一个人都吃两个便当，这配下去还得了？哇，因为我们这种人就是祈福啦，有水当思无水之苦。有水都可以了，你的有水倒是蛮多，有水不少，有水，气死，开始。好，来开始。有水，绞肉先下，干煸一下下。张立通又好饿，好饿。鲍鱼的部分我们切个花刀，花刀。兄弟，你还在吃啊？他吃不饱，他吃青菜啊。对，你看他多吃青菜是好事，青菜家。语重心长。先干煸一下这个肉，我们把鲍鱼肝稍微切一下下，这个我已经先烫熟了哈。对，为了保留它的一点口感，给一点那种口感嘛口感的味道，我们不要切得太小块。口感嘛口感。对，一道料理里面苦味其实蛮重要的，因为苦味可以帮助料理有点收缩的那种成效。比如说惩罚又苦的，超苦哎！我感受到了，又苦又酸的，又吃不到，虚啊！需要赢啊！也就是大家都误会我们这一组哦，我们是吃不到，不是吃不下。好香之后呢，好，我加了一点蒜末，这就是立方的人生。干辣椒吗？对，新鲜辣椒。哎呦，时间过了一分钟。鲍鱼干，这边的部分呢，来稍微用点香油，这里也补一点点，然后把蒜片、姜、葱段，我也是。我发现哦，干辣椒，我发现我可以吃不少。可是我发现我越吃越慢。吃啥？要细嚼慢咽吗？吃东西啊，吃的慢才会吃的卡吧？有人这样，有人就这样讲啊。对啊，就不能吃太快啊。等到香气出来的时候呢，哎，我这边加一点点的豆豉。豆豉，麻辣酱，你做那么大一碗，加那么一点点，对啊，怎么这么少？对对对，待会这边还会有。好，来，请问你咳嗽是因为辣吗？一匙的酱油，需要我帮你吗？少许的糖，拍拍吗？不是，拍台，拍台，哎，这边已经有香气了哈，我再加一点点的哇，麻辣酱下来炒，底味在这边，哎呀，麻辣酱，哎呀。哎，这边香气已经有了，好香哦！对，我再把韭菜花放下来，是好，韭菜花加的好。几号？哪个号？哦，然后绞肉的头嘛，那个是苍蝇头，苍蝇头，又有豆豉啊，这是鸡麻的苍蝇头，简称鸡麻头。来，涂一点香油。这边的部分呢，时间剩下两分钟，用一点热水。蛤蟆啊，沥青吗？来，然后把鲍鱼放下来煨一下，
蛮幽默的。哦。哎，这个先放后面。开始乱丢，开始乱丢，很好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先放后面。不要了，炒完了，炒完了，不要，是失败了，没有失败，没有失败，待会要用，待会要用。说这个节目可以这样，我们这边给它煨一下下哦，香哦，好香哦，真的好香。因为这鲍鱼鲜度很够，不要煮很久。来，我这边用一点板条，哎呦，哦，板条加一点点的香油，尝了一手，放进去，蛋黄，蛋黄，加那个蛋黄干嘛？哎，颜色比较漂亮，对。更滑顺一点。蛋黄对于板条有帮，对有帮有帮助。没有啦，它到底进去那个，它的锅那么热，它本来下就会煎，哦黏住，然后那个蛋黄就会释放那个蛋黄香味。就像那个煎萝卜糕加蛋，对，你看要放进去啊。Q 啊，啊。到手最爱们的，哇哎，烫到最好是吃饱哦，一定要勉强，还有两条，这是为吃不饱设计的，两条一定要一起。它壳好漂亮哦！对，壳摆上来，好漂亮哦！嗯，我试一下味道哈，够不够咸？够咸，也够辣。把它摆上来，很辣吗？还好啦，够鸡麻吗？我觉得应该蛮辣的。嗯，它刚才那个底料已经很辣了，它还加了一大匙麻辣酱。鸡麻的味道会维持的很久，嗯，有鸡麻。好，来，这效果比较不好，没事没事，不喜欢我就下次不讲。来，再把我们刚刚炒的这个鲍鱼干，哇，哎，这个很标赢，卡鸡麻，啊，鸡麻，鸡麻香辣蓝壳鲍完成，来完成，你那个花椰菜。坏菜哦，放在旁边的哦。好，再加两秒。好，多了十秒钟。敷衍的放了一些花椰菜。多了十秒，多了二十秒。哇塞，这个这样比较好吃，料都比较好吃。哦，我第一口就吃到那个干，那个干的口感也很棒哎。对，会不会很辣？辣辣，对啊，刚刚在觉得他到底说辣？嗯。我觉得很辣了，但没有到很辣，很辣。我现在感觉不到辣。你现在应该是酸麻辣。现在舌头麻麻。酸麻辣，有麻麻麻麻。哦，麻度在后面。辣，麻度在后面。对对对。啊，如果我敢吃辣的，再配一下那个板条，它刚好收汁起来会有点像炒板条。嗯，这绝对在中辣到大辣之间。哦，这好险。这样应该很过瘾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等一下还是在惩罚一样。哦。但咬一咬，因为它鲍鱼的甜度其实蓝壳鲍鱼没有任何了解，辣跟咸，然后待会就会出来。嗯，还有很多干盘呢，它的板条特别辣，你们也不觉得？没感觉，我现在没有直觉啊，没有问题啦。你们好强哦，都晕到我。